没错，是 S 要问的事情是说，是发生出事的是怀秋，最近有出事的是他吗？还好了，所以你跟杨锦华那个了没？快点。啊，跟杨锦华这个开不开心？没有了。你们这样多长的时间？没有了。他舌头有没有很，你知道很软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那个另外三位，你们先去那边坐哈。哇！哎，拜拜。真的不要保护他，让他自己求生。你还是不要救。啊哈。怎么样啦？我帮你拿。4月2号我们改版了。4月2号改版，专辑卖得很好，可是你跟杨锦华有没有？没有啊，跟他真的是很好的朋友。你怎么会被拍到啊？就被拍到了，一定是团员去爆料的。我也怀疑，不然谁知道你的行？不可能，不然谁知道你的行踪呢？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一天他要去找他。会不会是唱片公司的人爆料，然后他说顺便宣传专辑？这个就问他们，没有啦，没有，应该是不是啦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他知道他跟杨锦华在一起，只是不知道哪一天去而已。对，没，艾莎，你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艾莎，艾莎，我们知道他跟那个锦华是很好的朋友，他跟小天还有锦华，因为他们拍戏的时候，他回来都会跟我们讲他们的事情。所以你们有觉得他追到杨锦华非常的荣耀吗？我不，他没有跟我讲说，他没有跟我们讲说，就是他有追到杨锦华。天团跟戏剧天后交往很好啊，很好啊，这有什么好避讳的？我觉得怪异的事情是你没有管别的团员的感情生活，你就自己发展，这样有符合团员的道义吗？我们调查一下，因为今天有大学生代表在现场哈，欢迎十位大学生，好，你们好，欢迎。那个觉得杨锦华跟大嘴巴的怀秋交往有点突兀的，请举手。很合吗？觉得非常配的，请举手。那觉得他们两个已经这样的情绪，是这样子的啦。